嘿哟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动。今天又是一部 last minute 想到的影片啊，你们看我标题应该都懂啊，我在监督跟我讲话。不过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有一个小助手给你们看的。这个小助手来，进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走一。很紧张，我平时不是这样的，我是九一。对，他嘞就是 Jasmine 的侄女啊。这条友也是半夜不要睡觉，问我要吃宵夜嘛。然后刚好今天 Jasmine 亲戚来，他在睡觉，不会跟我一起吃宵夜。我就突然想到，如果煮我宵夜，进去房间里面吃。然后我 Jasmine 的反应会不会是怎样？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活到今天吧。想让你阿姨来那个，然后我们又做这种事情。现在我们先找宵夜先，你要吃什么？随便。啊？随便。大便。我们煎乖一点，不要吃面筋面。我看有这干捞面，我们吃一个。看到一个是麻辣的，你想试试看？你看他自己都很紧张，看到吗？你一直撸着我。你一直撸着我哎！煮面了，煮面了，自己都有点怕嘞。来，我们一起进攻，希望我们五三一二三一起，再进攻，再进攻。OK， 现在两盘面已经煮好了，这个就是我的麻辣面，然后这个就是这边妹妹的干捞面。然后我们不只是呢要在里面吃面弄啊，我们觉得我们还加了一个汽水跟零食，什么？我傻逼耶！这个其实这些东西是我朋友拿的，他叫我拍开箱。傻了，这种人那你可能会这样正经拍开箱没？肯定是买做有做没有嘛。我们计划开始，你拍。你拍这么大声？小一点，那我都是。还是我们先拿，拿水进去先。想到整个面，哎，我在想整个面在你阿姨脸上哎。Thank you.
密码。密码对的。也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有分享，还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会讲啊，所以我们下一个影片，再见了，拜拜！来给你盖，第一次上给你盖。